按低和下。雷字呼吸，一字行。哎呦，真的开了嘞！没有割到我的摄影包包。哎呦，而且第一眼就是摄影包包，你差点都会。差点把我摄影包包割破了。我把我摄影包包的袋子割破了，但是摄影包没割破，所以爸爸的一只行厉害哈。等一下下次就割破了。听到生孩子了哦，第一个孩子，已经两个孩子了。对，哦、还有一个、啊，来，哇、哦，又一个孩子好多。是什么？好多遍。哎，怎么两个啊？再来，我们要把这个母亲丢掉。这里又是什么？有。你们怎么乱买这么多东西啊？不是我们。这是羊膜还没破。预备，3、2、1。我的水爆耶！No。好，接下来是鬼灭的喽，小黑字，这是鬼灭版的小黑字。这些鬼面贴纸呢，60块。好可爱，这么轻。这是60块的。好来，喂。哎，是，马上来。刚才是在睡觉，吃便当。在。这是什么？哇！开到大奖了！啊，鬼花冒险记，是谁的这个？免费！这就是不擅长开公仔的两位。这是鬼灭公仔127块6只，我们太多鬼灭公仔了。炭治郎2只呀。那雨伞上次的，我忘记多少钱了，好像大概100块出头。这不知道该怎么开呢。8块9块而已，2只10几块而已。你不要抢贴纸，这是鬼灭之刃的贴纸。
这一盒呢，全部是160块。